诈骗集团退散，神回一句打趴诈骗。打他就说啊，我们是什么什么什么车贷啊，想说那我闹他一下。哦，好。在一个韩风的网站买了个白 T， 我们今天看到你订那个白 T 订了20几件，如果不需要付钱，那你就自己来吧，因为蛮好穿的那种。你听不出来我是诈骗集团吗？你在跟我玩游戏吗？今晚8点，就在东森综合32频道。今晚开战吧。